这个是真的了，叫，阿拉终于来没动，所有人都在叫，要命了。就刚刚五分钟前头，俺们叫的没几个了，现在突然之间，所有人都叫了，要死。 要命了！再跟俺弄下去，我跟侬讲，真的要出事体了，操！麻烦了。根治啥么呢？因为所有的人，伊都不晓得这个状态到底会是到啥个辰光。侬总归要拨个标准，或者是讲有一个具体的说法。没，侬讲讲看，闷了7天。 当然，屋里向啊，不能出门啊，不是说不能出小区啊，这不行的嘛，马上弄下就要出事情。